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上一个洗手间。啊，那是很重要。那 Lisa 姐以前到过高原吗？没有，第一趟。第一趟，那前面2000多的话 ，OK 吗？都 OK 啊，没问题啊。一开始威哥还挺担心我，哎呀，你有没有问题？我说我真的没有啊，每一天都问我你有没有问。没高山反应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好爱护啊！是已经十几年如一日的成了习惯是吧？好像家人一样。这种缘分也。不能边吃边聊啊！边吃边聊，来来来来。可见婉婷真是个张罗的人。嗯，我一饿了容易暴躁，知道吗？太危险了。你那时候还不知道有多危险。是你实在太对了。你们感受过吗？感受过，赶紧让他吃。是真的饿不得是吗？饿不得，困不得，委屈不得。他的生理可以启动他的心理。啊，真的有这种人是吧？对，我就是有的时候，但是那两天我反省了一下，我说我从现在开始改了。这不是生理上的吗？怎么还能改呢？就那个火一出来很容易伤害到别人。你以前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易老师上班了，易老师。也思考过，但我老觉得好像我发一个脾气或者我把一个事儿说出来彼此都能成长。就是你认为那是信息沟通。生日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谁过生日啊？啊， Lisa 姐吧。Lisa 姐没想过他会安排这么多事情的。他当他将个蛋糕抱出来的时候，抱在我面前的时候，真的，当时我都停顿。我们要去一个怎么远的地方，不是他熟悉的地方吗？他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安排，所以我感觉很感动。他生日的时候，我都会替他搞生日会，花钱替他搞，我觉得还值得，他很开心的。一支蜡烛吧。许个愿吧。希望我们两个永远不分开。True love speaks between the lines。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有还有什么？还有惊喜啊？还有生日礼物。哇，准备礼物。谢谢。这是你的生日礼物，是生日卡。真棒。还有生日卡。可以念给我们听吗？ Lisa 生日快乐，天天快乐，微微。这主要落款这个啊，好甜呐。哇，很漂亮帽子，为你遮风挡雨，真是为你带来温暖。可以搭低一点，那搭低一点就哇，好甜，真的好甜，挡住太阳嘛，是啊。谢谢。啊。艾薇波应该是三位男嘉宾中最有仪式感的，我猜。哎呀，好开心啊！来，干杯！来，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 ，Lisa 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希望你今年能得到一切你想要的。好，谢谢。我现在担心 Lisa 当中的你可不可以实现我的愿望？我们符合那怎么办？
其实当时我的愿望是，我希望这一趟旅行我们六个人都可以同时解决我们的问题。嗯，